30,000蚊黑松露鹅肝汉堡，贵绝全球。美国赌城唔单止赌场多，嗰度供应嘅美食仲多，只要你豪得起，几矜贵嘅嘢都有得食。同以下落嚟要介绍嘅几个汉堡包相比，咩龙虾海鲜自助餐都要行埋一边啦。呢个外表睇嚟平平无奇嘅 burger， 原来夹住大大块鹅肝喺中间，加埋黑松露酱汁 ，serve 嘅时候仲有杯90年嘅法国红酒添。呢个全球最贵嘅汉堡包餐要几钱？要成39,000几蚊港纸噶。黑松露同埋红酒唔啱 feel 啊！龙虾拼神户牛柳又点睇啊？正嘅咧，加埋一埋单大约6,100蚊港纸。咁虽然呢个巨型 burger 卖3,900蚊，但系佢胜在够份量，有成185磅，全球最重、啊，仲唔系大件夹抵食？快餐食品都可以搞到咁高档，咁系咪应该公平啲，搵人试下用贵价食材，整翻几款大众化美食出嚟先？